每当吃到茶叶蛋，我都会想起我的妈妈。小时候，妈妈经常带着我一起做茶叶蛋，所以当我做了母亲的时候，我也带我的孩子做茶叶蛋。蛋蛋喜不喜欢吃茶叶蛋？喜欢。我们今天做茶叶蛋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你帮妈妈把盖子打开。然后我用这个勺子啊，好，你敲一敲，看看能不能敲碎。敲碎了，那是敲碎了。好，那就煮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快四、五、可以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这样待会茶的味道就能进到鸡蛋里面去，一定要把它敲得碎碎的。你要不要试试？那我来试试。对，可以这样子。你可以敲完了。好，我看看，你把手摊子。啊，好的，敲好了。我这颗蛋敲好了。放茶叶了啊。什么味道？红茶。味哦，你还知道浓香，不要抓腿。放三勺，三大勺。四大勺。好。我这个放几片？放一个。这个呢？辣椒。放一勺进去。要放十几颗冰糖。看看。这是什么？盐。最后我们放的是盐。哇，你看呀，茶叶蛋什么时候能吃？要煮一个小时。好，那煮吧，我们走了。这个是我剥过的，好，来给你剥啊。你帮我剥一下。哇，那么简单。好香啊。有点烫。看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先把这个外皮捏。